这好不容易包了个场子，进一下呗。专心看。你说，咱们还有必要每次出来都捂得这么严实吗？看电影。专心看电影。这好不容易包了个场子，进一下呗。专心看。好像是哪个明星啊？戴墨镜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温馨，你们在这躲什么？你是温馨的话，那你就是苏子光吧？他不是苏子光。不是吧？都这么久了，你还没转正啊？我在网上看到你们俩的分居视频，原来是作秀啊。不是的，我跟善良已经分开了。他不就是善良吗？不不不，你认错了，他绝对不是善良。善良现在跟苏子光在一块聊工作呢。对，他们在一起呢。这就对了，姐姐的事情你少管，我对你的事情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们为什么要来婚纱店、啊、温柔她不是设计了一双婚鞋吗？我也想设计一双，所以我来找找灵感。你还真是什么都跟你姐比了。小心点。先生女士你们好，请问你们看上哪件了？我们不是了。女士，您身材这么好，我觉得这件婚纱特别适合你。试一下吧。你想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看看就好。啊，好的。嗯。温馨、嗯，我一会儿公司有一个会要开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哦，那你就先回吧，我再拍拍照，再看看。啊，行，那回见。嗯。知道你肯定想试一下，要不我也换上。苏子光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们什么时候？哎，